迷因百科之跳舞的柯南。跳舞的柯南，最近大家有没有反复刷到一个柯南跳舞的恶搞影片？明明看开头就已经知晓结尾了，但就是忍不住想把它看完。这支影片的来源是出自 B 站阿婆主商无音，目前在 B 站已有超过400万的观看量，也难怪会红到 IG 和 TikTok 上。其实像这类使用 AI 恶搞动漫角色跳舞的影片在 B 站上还有很多，不止柯南在跳，纯爱战神在跳，就连吉良吉影这种平静上班族都开始尬舞起来。像这些恶搞影片中所跳的舞蹈大部分都是青海瑶，配乐是最后一页 DJ 版。青海瑶在以前的旧频道就已经有出过解说了，这边再简单讲解一下。所谓青海瑶是指博主张诗瑶自创的一种社会摇舞步，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管搭配什么音乐都能精准卡点，在网络上还享有着好摇步挑曲的美称。